工人敲敲打打忙赶工，地上瓷砖还没铺，连墙壁都还在整修，从切割木板到丈量尺寸，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。房子大翻修，为的就是要住得更舒适。这间30坪的房子，上方横梁突出天花板一大截，屋主老觉得视觉上很压迫。中间做镂空玻璃的部分，让天花板不会整个觉得很低。一点小巧思就可以帮无法跟动的结构做大改造。业者说，整屋最常碰到的就是这几个问题。梁柱是支撑一栋大楼的重要结构，要是贸然打掉，一不稳连带会影响到整栋大楼。如果非不得已得打掉，就要在其他地方做结构补强或是安装柜子，一方面代替支撑，一方面美观又能收纳。有些屋主觉得天花板突出一个茶水器不好看，想跟动位置，但上方管线都是固定的，如果不够长，另外接没接好，容易导致漏水。另外像是更改浴室空间，马桶管线不好拉，一旦拉长很容易造成堵塞。硬要修改，我们就会请技师过来，就是现场做评估有没有办法修改，然后再跟业主汇报。面对屋主各种要求，沟通再沟通，毕竟不只要住得安心，更要住得安全。三立新闻周冠宇、彭博勋台北报道。